从悬吊舞台缓缓现身，歌手罗志祥顶着粉色刘海，搭配黑白夹克，短短一年再次攻蛋。全新十字舞台铺满 LED 灯，领着超过二十位舞者，现场气氛炒到最高。凑巧7月30号就是自己生日，特别选在这时间开唱，两场演出吸金5000万元，还打造满场的互动手灯，更找来本土天团911担任特别嘉宾。快慢歌经典通通有，准备超过40首歌。罗志祥要努力拼复出，还献上这项超级大礼。每次看我的演唱会都会有惊喜，都会送大家礼物。我们10月31号，我们在高雄跨年。几乎到了后段才和歌迷 talking， 跳满3小时，用诚意感谢粉丝力挺。TV 主演张浩文、陈嘉欣、张柏芝、陈小素，台北采访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